Hello， 大家，我是 Victor， 今晚带你介绍的是 Setia SKY88 一个超级特别的户型，它是 Loft。OK， Loft 就是空中阁楼，就是如果假设今天你想要住 double story， 可是你又不想住有地的，你想要住天空的啊，这样这个就是个空中的 double story。OK， 所以我打算带你看的呢，就是这个空中的 double story Sky Loft。OK， 它一共是三间房间，三间厕所 ，total build out area 是1259 square feet。OK， let's go。所以一进门呢，这个门啊 ，solid door 啊，哇，很重，还有这个三窗多漏啊，都是有送的。OK， 所以一进来你可以看到哦，它就跟我们的 double story 类似的哦，一进来这边就有一个楼梯。给个楼梯，就是上二楼的啦。等一下我们上去 ，OK。一进门这边就有一个房间 ，OK。这个就是个房间。那么这个房间呢是有窗口的，有 aircon 的，还有 wardrobe 的 ，OK。基本上都是做好了。那么这个房间呢可以拿来做成你的 guest room 啦 ，OK。做成你的 guest room。然后这边有一个 common bathroom， 这个是一个 common bathroom。所以这个 area 呢就是你的 living 跟 dining area，OK。Okay? 非常的宽敞哦，很大 ，OK。这是你的 living area，dining area。然后这边是我们的 kitchen。所以基本上你看这个 kitchen 哦。Kitchen cabinet, cooking hood and hob, microwave, 包括这个洗碗机哦 dishwasher, OK, 还有 fridge, 全部都是送了的 ，OK, 基本上这边全部这些都是送完了的，还有 aircon 全部送完了的 ，OK,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yard area, 哦，这边后面有 yard area, Bosch 牌子的 washing machine 跟 dryer, 窗口这些全部东西都是送了的 ，OK, 你这边还可以把你的 yard area 关起来 ，OK, 还可以关起来，这边还有一个烫衣板。好，从这边你可以放你的dining table， 这边就可以放你的电视机 ，OK。同时看电视的同时，你还可以欣赏美丽的风景，啊，还可以欣赏我们美丽的 city view， 甚至是新加坡的这个 sea view，OK、okay?。然后这个 loft 这个地方楼梯的地方，它是给你 double ceiling volume 的，然后给你 double ceiling volume， 所以这边你可以挂一个 chandelier 水晶吊灯 ，OK， 非常美。当然啦，我们这边都是采用大理石地砖的。来，我们现在上二楼。所以这边就是一个loft， 很特别的 concept 啦。其实很少 condo 会有这样的 concept， 就是 loft 的 concept。loft 它就是 double story， 空中阁楼两层的。OK， 来到二楼呢，这边是有两间房间，两间厕所。OK，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主人房。OK， aircon wardrobe 全部都是配备好的，包括很大面的窗口，很美。还有我们的 bathroom， OK， fully fitted 的 bathroom。好，那么这一层是两个房间啦，还有后面这个房间 ，OK， 还有后面这个房间，这是另外一个房间哦，啊，也是有aircon， 有 wardrobe， 还有有自己的厕所 ，OK， 当然自己的厕所也是有窗口的啦 ，OK， 也是有窗口的，而且它这个很特别的是哦，你看到这个空间吗？这个地方你可以做你的一个 foyer， 或者做你的一些 cabinet， 坐在这边哦，放你的一些 storage 啊，然后这边有多一个门。有多个门，也是有三栋 digital 的 loft， 所以基本上这个 loft、哦、你是可以从底楼进，你也可以从二楼进的 ，OK， 所以你不需要爬楼梯的、哦、你不需要爬楼梯。所以如果假设今天呢，你想要住在double story， 但是你想要住楼上的话，然后你又不想爬楼梯的话，那么这个是非常适合你。你可以看到、哦、它的 view 啊，它的格局啊，都是非常的美的。好，这个 loft unit 呢，它一共是三间房间，三间厕所 ，view out 是1259个 square feet，OK，、okay? 所以如果你想要来看一下。这个非常特别的 layout 的话，就赶紧来联系我 ，OK？ 我是 Victor， 我们下次见，拜拜。